鄙人会来收复苏州，第一个办的案子居然是你，你这个汉奸。难怪这顾惜琴不愿意参加合约，原来顾家的公子你上了贼船。一中就想请教一下您，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？你呀、真是当特工的好材料。你我早就已是臭名远招的汉奸，来，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，以后咱俩一起抓大鱼。朱站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牺牲这十几条人命，只为了保全你自己。这人呐、不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，得顺势而为。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？一中老弟啊，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！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！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，否则死在九十号。把风声给我露出去，逼他动手。他不是喜欢演戏吗？那就让他来一场。贼喊捉贼。你要想嫁祸于人，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海默，张海默。你不是郑海默吧？如果愿意，古园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尊敬的夏若彤小姐，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。很快我们就能一起回根据地了。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报仇。我可以跟组织说，申请支援。我得继续留在九十号，我要切断跟之前所有的联系，才能更好的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如果可以和你一起做机关，我愿意。您不记得我了，周站长。老周，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家当全在这里了，我只求你能保住老周的一条命。答应我，别死，听见没有？这些年跟你竟生离死别了，你休想再甩了我。为什么你们都想逼死我？爸，一走十年，既然有负于家了，就不能再有负于国了。顾某要庆你门户。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莫怨孤舟无定处，此生此世已孤舟。